感谢您收看今天的《大爱人物志》，我是阿明。酒啊，是穿肠毒药，奉劝大家能不喝不碰最好。如果喝酒能够解除问题、消除烦恼，1000多年前李白就不会说啊：“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”咱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过去就是喝酒的受害者，但他现在可以抬头挺胸的说：“我戒酒成功了。”江郎，就是他，最佳男主角林清火师兄啊。清火师兄讲啊，做兵的时候就伫金门啊，惊冷啊，所以讲开始学遐啉酒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代志都大条，歹愈来愈歹处理啊，因为他伊人生变乌白啊。逐天差不多拢是醉茫茫，浪是无浪日啊！伊捌啉酒啉到吼起酒笑，甲人起冤家，大细声吼，拍甲大空细空，身躯几啊刀咧，送入去病院啊！出院了，空嘴都还袂坚皮啊，又阁继续啉，无得惊。嘛捌啉甲茫茫啊，结果上班无细日，手只啊加去夹着，差点啊断去呢，伊嘛无讲吼呢。家庭的气氛，亲子夫妻关系当然不妙啊。这款的人后来如何走入来主席，该分该饮酒该脾气，变成一位快乐的志工呢？咱带来到新北市的中和，是在咱林清火师兄男子汉大丈夫的故事。敏捷的动作，利落的身手，他是林清火。原本在药厂生产线当作业员的他，曾经因为喝酒上班不专心，手被制药机卷入，手掌被削到快断掉。现在他不止戒酒，还每天到双河环保站报到做志工。不要了，啊！今天要回吗？他明天才没有啊。好，你来去公司。公司上班。阿弟啊，喊你起来。起来，起来。啊，无只爱用挂的。用挂的。无未起来啊，这路子暗暗的。你阿妈。哎，第一期的切。这红蒜头爱切的，无得喊嘛，未起来。好，我拢会问吼，林师兄，这拔未起来啦吼，就提予伊拔，嘿，无就这讲未起，就提予伊讲，因为算讲伊做较久，这物件就是拢爱靠经验的啦。哦，你啊愈有经验，物件就愈好拔，你无经验，唔知要为怎啊教吼，你安怎教都教未起来。运用经验协助志工，十分擅长拆解困难的林清火。过去却因为不善于做自我情感的表达，总是借由喝酒宣泄情绪，常常发酒疯，让家人避而怨之。无啊吼，较早来啉醉酒哦，迄囡仔，大家白行我行我去落去。为什么惊你？啊，酒啉落去，佮会去，佮咱拢去酒疯啊！大家嘛，会去大声细声，去是谁拢啊去落？啊，即摆袂啊，即摆大家拢佮靠，佮你会开讲会去落啊。愿意敞开心门，侃侃而谈，让林清火变得不一样的关键人物，正是女婿李国豪。跟平常一样嘛，大家坐在那里看电视。啊，那天他酒也喝了，哦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哇，啊，张琪要来恭请姐。”然后就跟他说。对，啊，等你吼，迄份酒拢戒掉吼，还有谁来讲？不可能啊！迄份酒对我遐侪年啊，20-30年啊呢。他就这样讲了，讲完之后就生气了，就跑去房间门就关起来。为了让林清火戒酒，女婿李国豪煞费苦心，除了带着林清火到社区参加岁末祝福。还请志工们邀请老丈人一块来参与付出。他答应人家的事，他一定会去做。他绝对不会去养鸽子。你听我好。我知，我
不能的，任鸟不能凤。他可不可以去当歌社的社长？当凤不能凤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带他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我就跟那边的师兄师姐讲好，就说你明天要他来参加活动，你只要跟他讲，他只要点头，那就 OK 了。说到做到，戒除三十年酒瘾的林清火，在进入志工领域后，不再不醉不归。一切重新开始的志工生活，让女儿林小青对老爸也刷新印象。小时候印象中啊，就是爸爸就是工作完回家就是喝酒，对，然后会觉得说，从以前到现在啊，一个印象就是爸爸只会喝酒，然后其他什么都不会，除了工作就是喝酒。自从他没有喝酒之后啊，我觉得他笑容变多了，连我哥哥也这么说。那现在觉得好像已经找到一半方法，那就是慈济这个大家庭。对，然后觉得说啊，因为有这样子，很美善的团体，然后牵着爸爸，对，然后一直走下去，我觉得就是很不可思议啊，就说很开心。家和万事兴哦，幸福找回来了哦，能够有这样的好爸爸，我们也很祝福了哈。感恩我们的清火师兄哦，哈，感恩，欢迎您来啊。阿哥今仔日哦，三个囡仔派出小细汉的做代表哈，小女儿林小青，小青好，师兄好。阿哥您引导阿公今仔嘛来哈，清火师兄的囝婿哈，我们的林国豪师兄，国豪师兄好，感恩感恩。等一下，你要好好见证一下哈，还有你们的共同的母鸡啊，清火师兄跟国豪师兄的母鸡哈，哇，那你资深委员哦，刘凤眠师姐，凤眠师姐好，感恩，哇，看你个少年哦，你两千几回委婉哦，哇，一定可以来谈一谈他人生的改变哈，请来讲，清火师兄，哎，我看资料哦，你阿爸在你正细汉的时候就走，哎，我四岁就走。所以讲，你饮酒绝对唔是受恁爸影响嘛？无，迄个无，迄无，迄就是，迄去做兵才开始学的。啊，你讲你是金门做兵？哎，金门。我嘛是金门做兵啊。啊，问题我那无染着这个坏习惯。可能你身体较好，还是我这个小酒啉袂使去哦。该安怎？较袂寒啊，较袂加寒啊，酒啉着较袂加寒啊。哦，啊，问题你还袂去金门做兵，进前台湾嘛捌练过啊？啊，台湾无。都无去去到，甲人唔捌饮嘛，啊遐遐人，或遐拢去到老河啊无？哦，哎，看到顶面有个老河啊，是官场遐啊？哎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啊就伫遐学起来。安尼吼，哎，啊饮着调的啊？哎，饮着才调的。哦，来，小青啊，你是家里的老幺吼，理论上爸爸应该很疼啊，所以你应该也看到蛮多爸爸的改变。爸爸他。饮酒起酒效，他会动手吗？不会。啊，那会有什么样的状况？就是他顶多再怎么生气，就是捶墙壁而已。他自己捶墙壁？大概就这样子。是因为你们都不理他吗？对啊。那个时候你怎么形容你爸爸？如果学校啊，比方说联考作文，我的爸爸，你那个时候会怎么写？嗯，就是可能会写说我的爸爸是一个很。沉默寡言的人，那脾气很好，可是爱喝酒。那喝完酒之后，在家里面，大部分时间是静静的喝，可是等到有事情想讲的时候啊，他不是清醒的时候讲了，而是借着喝酒之后壮胆来讲。啊，你开始你行的时候，唔知影恁丈人爱惜吧？刚开始不知道。啊，等你知道的时候，我猜已经爱累啊。嗯。无法自拔了，对，也想要改变吧。看到他喝酒，然后跟人家被人家砍了有刀伤这样，然后进医院，然后觉得说这样再下去不行，嗯，哎，然后刚好就是那一年的岁末祝福，嗯，就带他
去参加岁末祝福，那请师兄师姐去引导他。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参与慈济了，对，所以你觉得或许借由慈济这个大团体善的力量，可以影响他，对，来一个善恶拔河。嗯，火黑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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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对，请我师兄，哎，我请教一下。您早间嘛，穿了水水的吼，您今仔嘛，缘投缘投，这两边的家庭好起来嘛，是一个好亲情吼。啊，你哪会歪角醒一下啊？互恁早间顺利嫁出去，啊，佮安尼安尼，啉嘛啉，啉嘛啉，安尼敢好？啉了关系啊，要改改恶改啊，歹改，啊，较袂晓想啦。到底怎么改啊？一定有原因嘛吼，等下请师兄讲吼。啊，不过我们继续来看看喽。当他改变之后，他总会想办法去接引其他人嘛。成果如何啊？我们来看看影片。啊，你讲来我熟悉的有缘的啊，这看做伙的啊。讲来我熟悉的，啊，你半条来回家啦，回家啦，回家，啊，才回家。有缘再做伙，丁清火抛开压力。打开心胸，和老同事一起活动健身，欣赏美丽的山景。是我同事嘛，跟他同事他上下班在一起嘛，嗯，他有时候休息的时候出来外户外走一走，他走一走像要下山了，他又要约我了啊，今天的疲劳喝两三杯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还要去哦，就改掉。他戒酒了，好厉害，会戒酒啊。其实很难得，难得。啊，以前有小分嘛？有嘛，我分酒啊。这个戒烟很我酒，你这个了。有时间过来，我叫你去了啊。你就把你，你就把那个买回来，对吧？啊，这杨牛过来这，我叫你出去，阿伯啊，干出来哦。树当上栽，哎，对，伊咧树当上栽，啊，来遮一工过一工过，偌好过。无身体嘛，啊，无身体嘛较有影。有咧运动啊，啊，你手有振动啊，对无？手也无振动，你要不要打卡？无，没有。有啦，你啊，要先到了。啊，去占到啊。哎。和人闲谈，仍不忘说起做志工的好。林清火融入团队，和大家变好朋友。一有参访人员来，他就帮忙指导，还有求必应。你绑架轮卖啥的？啊？你绑架轮卖啥的？就绑这个。对对对。这一层的怎么都绑不起来？没有好久。这是什么？再处理就好了。哎，五个都坏了。你们看，这玻璃都烂了。你看，每个连长的都这样子，够不够？要不要再来？好不好？来啊，帮我来来。在环保站，孙桃跨位担任协力队长的林清火，忙得十分起劲。在做完整天的回收后，又马不停蹄地为晚上的组队活动做准备。你两个现没啦？你两刚把他做一样做工啊？啊，你就看你摸啊！啊，你聊那那脚皮都没有。啊，你李三，你就不去啊？啊，李三不去啊？你这李三做交通啊？嗯，你做交通的呀，对哇、啊，啊，你交通抓你就做这个地皮啊，这对人丢啊嘞，这地方人丢啊，这对人丢啊，你一只白条，白条啥？做交通的，啊，交通的，做交通的啥？啊，就认个称呼啊。把握零碎的时间，邀人来付出。林清火说：“其实人生是有选择的。”想拿哪一张票，由自己决定。是啊，
真的哈、哦，幸福是要靠自己打造的啦。现在的清火师兄啊，承担协力队长，也是户外的环保干事啊。我拄啊甲伊问讲，啊，即摆退休完哦，啊，你记安怎过？伊讲差不多，逐工拢出来做主持，一套早就晨钟起，熏法香，啊，耍来了就当做环保，对吧？哎，对啊。安尼做，甲过去的日子啊，截然不同吧？以前可以说是醉生梦死啊，现在算是拨云见日啊。嗯。哦。我拄啊甲恁囝仔请教哦，都是伊啊，看到你安尼啊，唔是办法啦，幺八八。要你这个未来丈人啊，即摆已经变爸爸嘛，参加岁末祝福。听讲参加岁末祝福了后，你希望讲伊参加主持志工，你先甲你的家母即个孙仔孙仔啊，先悄悄讲啊好哦。嗯。你安怎甲大家讲啊？我甲师兄师姐讲，今日我会带一位来吼，啊，拜托大家吼，啊，尽量甲少活动。嘿。只要一定头安尼就 OK 啊，无问题。哦，嘿，伊是属于迄种讲义气、重承诺的人。对。啊，你啊朋友伴嘞，你啊酒伴嘞。哎，啊酒伴，即个我叫你做坐车伫迄落，吼，哎，少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吼，啊，久来就袂去叫你啊。哦，啊，咱这个凤眠师姐当然见证者啦。真正吼，你嘛看国豪啊，嘛看几啊年啊。对啊，听讲你伫卖素食面的时阵，伊来你诶面店面摊啊食面嘛，啊就安尼熟识，对吧？后来伊有请你到三江抖音丈人吗？有啊，吼，有啊，伊就讲丈人就爱啉酒啊，啊看人倒入来煮者，互伊解酒，解烦安尼。啊，你第一下看到伊的时阵，甲即摆有啥无共？伊本身就足老实的，拢无话不多，啊是。慢慢入来做者了，因为我就引进他做夜间环保嘛，因为夜间环保哪做哪入吧，啊哪做，就改变了很多，就他就会跟人互动，哦，跟人聊天啊，讲话啥，就慢慢就互动，啊，现在回归综合，他就更做得更好。安尼吼，嗯，啊，听讲你也跟恁国豪请教呀，因为你嘛是协力组长嘛，协力队长啊，啊，你要哪改提点一下？甲伊讲，啊，加去助缘引导吼，啊去关心者，啊去陪人家讲，去了解伊个环境，啊伊个作息时间，就甲以前老师去学生家做家庭访问一样。嘿，你无了解你个祖源，你哪知影伊是厝内伫无影响？对。啊，有娶某无？有嫁？有囡仔无？还是爱斗娶孙？对。你爱了解？对。所以你就去了解你个祖源。对啊，若无听讲起头，你敲电话拢找无人哦。初初人较袂背暗啊。啊，所以你着听恁囝仔话，有去关心你的祖源吼。对啊，爱去人家厝里，甲人迄落互动啥。啊，即摆咧，即摆找有人无？啊，即摆有真好叫啊。真好叫啊！差伫倒。啊，差有去甲人互动啊。啊，无你也无甲人互动，然后无你插你啊。啊，你有啥物八卦无？你即摆知影大家生活？生活的状况还好。刚这个队来，应该是讲每个人都，因为到咱到顶久啊吼，大家拢较知啊，较知去了啊。即摆要叫都真好叫。啊，听讲恁两个即摆，恁两个上班是啥嘛？啊，即摆嘛佫同一个公司上班嘛。啊，知啊，囡仔上课恁带出去。啊，若下课的时阵，听讲是谁在带？丈人去带的。所以算是。另类保姆的对啦，对，即若以前伫啉酒，即摆都找人啊，爸爸，唔通啦，即摆搁伫啉。我可能还不敢叫他帮我载小孩，如果他还喝酒的话，如果出车祸怎么办？所以现在很感恩爸爸。你看，你的改变偌重要，没有错。吼，唔啦，查某囝赞叹，囝婿赞叹，家母赞叹啊，等下即个人嘛要甲你赞叹哦，啥物人我唔知啦，看就知。来，请大家看这段影片。爸，我明君啊，一段话要想要甲你讲，就是一路过来看到你当咪组织的成长，哦，尤其甲迄三十几年的烟甲烧酒拢戒起来，真正无简单。感谢讲组织含上人对你的帮助，希望你会当咪组织
继续找着快乐，啊，佮有祝你身体健康，啊，佮有感谢你对这个家的付出。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哦，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看这集节目的话，你也知道这个爸爸以前其实是没什么责任的。但是你有听到他的儿子对爸爸有任何的批评指教吗？完全没有。伊也是真敬重你，特别是最后一句话，感恩爸爸对这个家的付出。拄仔讲话什么人？我老师啊。你讲这个后生吗？系啊。真感恩，你无让伊拍大头，无让伊跟你同款，哎，拢无，最棒的。所以你们家的小孩其实都很洁身自爱。做主持嘛，几啊年啊，吼。哎，十几年啊。来，今仔要利用这个机会，向普天下的观众，也是要对你的身躯边上亲的这个囝儿是谁，讲一下话无？啊，先感谢这个，给我这个哦，啊，甲阮教师教我入来，吼，啊，然后伊也无看我入来，我即摆人都变成安怎样？反正即摆我是天天嘴啊，不得讲。啊，是教师有来做这些，啊，有这环保，吼，靠就是寄托就对啦。啊，身体即摆嘛，身体会使讲也真好啊。只要检查啥拢无迄落啊，所以啊，做这个做这诶，这个环保怎样做？我感恩上人，吼，创造这厝，加上这个环保家，或者后我就。加上我搞不单调的人啦，搁做倒转来，我感谢上人。资源回收，哎，资源回收，是吧？哎，以前听讲饮酒饮到手，手也着伤啊，迄个切断，要断去啊。听讲会踹啊？哎呦，迄个踹到就加动酒毒啊。嗯，哎呀，啊，食薰食到咕咕嗽，哎，咕咕嗽，搁去检查有迄点滴个啊。哦，每日都发气泡有污点啊，你啊，哇！我所以冇，本来冇住啦，嗯，家己搞。嗯，现在的爸爸已经不是以前你作文当中写的爸爸了，你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？我现在觉得爸爸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榜样。嗯，对，那他以身作则，而不是说他是用嘴巴在说教。嗯，对，那。真的以爸爸为就是我的榜样，我希望说爸爸也可以很快乐，那走慈济这条路绝对是他未来下半生的一个寄托。好，对，国豪，我现在要跟您丈人讲，希望他在这个慈济这边能继续精进，不要懈怠下来。对，不要懈怠下来。嗯，好，阿玛苏亚丹凤眠师姐就好，来，凤眠师姐祝福她在菩萨道路上越来越精进，还有接引她的女儿，小青啊，一起来走菩萨道。嗯，感恩。生命没有所有权，只有使用权，赶快把握，发挥你身体的大妙用。好啊，婆哥啊，这人来做主者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感恩大家，麻烦我大家哦，家和万事兴，谢谢。